起了一波亲子综艺的春天。不过粉丝们除了被这五个可爱的萌娃一起圈粉外，其实更感慨的是萌广后期，比如我和大王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少女变，父子俩的宣传文案。且不论综艺的质量如何，芒果台真人秀从后期效果到花字文案，令观众真是发自内心的服气。这类后期制作多是灵魂花手和动作大神的组合搭，保证看完过目不忘，每张图都能来回盯了看个五六七八遍，拍腿笑出腹肌。比如《爸爸去哪儿五》，彩儿和山鸡哥面对吸睛小小春嗓子眼受伤，瞬间变石化的扮相效果，太搞笑了。《明星大侦探消失的新郎案》里面的萨老师，看着他的特效真的会笑出泪光。同样，《尔康表情包》里的蜜汁怒刷存在感。《中餐厅》中周教主对周冬雨父亲般的点赞也是有毒，向日葵说来就来。芒果后期真的是小天使般的存在，想要什么效果你敢说他就敢加，绝对说到做到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希望我们的视频记得点击转发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